今年的农机展哦，就是要给咱的分别。不会，可是到是迄个农业办对农业这方面的创新、严格新的产品的静电喷枪，三成的农药吼，嘛会当减三成水吼，啊嘛会当吼，互时间缩短，尤其伫温室内底吼，拢袂农民散步吼，啊所以讲你若讲你咧转哩柳丁也好啦，还是转一寡较金贵的泡沫豆吼，伊会黏吼，伊免用黏剂，因伊是负电。咱的树油啊吼，表面是正电，咱的生物是正电，正负相吸，相吸的原理就是你转袂到不要紧，伊家己去甲你吸。好，这是要甲各位介绍讲今年哈一个新的商品哈。1995年开始哈，那时候我自己当科长啊，对这个农机展也不太了解哈，然后我们就在开始就在我们的斗六的棒球场就开始一直举办哈。那从刚开始的时候，大概有两三万人的参与哈，来这边参观。那到现在为止呢，已经增加了10倍哈，然后交易金额呢也逐年一直上升哈。今年呢，我们整个的参展的厂商呢，大概有250家哈，那整个摊位呢有600个摊位呢哈，跟去年比较起来，大概又增加了100多个摊位哈。第一，安全；第二呢，可以跑很高，跑到将近80米。对啊。那这台遥控割草机呢，它带给我们，在割草中有乐趣，然后又安全又环保，一小时消耗3公升，那它一台呢相当15个人力，如果以人力来讲的话，它一小时就等于消耗15公升，它只不到它的1/5的油钱就可以完成15个人的工作。然后呢，它可以呢适应各种不同的坡度的地形，它坡度可以到60、那我们如果加了运曲之后，我们通常我们坡度有可以操作到85度，比如说我们在草堆里面有碎石头啦，有玻璃啦，都有可能被它受伤到，甚至更危险的有蛇啊，有什么之类的，虎头蜂什么的，我们不需要我们人亲自到那个割草的环境里面去，我们可以从远端在100公尺内，可以距离我们危险比较远的地方可以去操作它，然后完成我们要做的工作。2014年全国农业机械技术展正式开幕，欢迎小张，欢迎小张。